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市场，给这匹白马修修蹄子，先把它的左腿绑起来。这是民间手艺人杜师傅拿大铲直接剁蹄儿。年幼的，劲儿还多的，咱们收了，这都是钉了。经过大铲这样铲铲马蹄子，修修边缘，这样铲蹄儿就结束了。相比之前长长的蹄子稍微短了一截，马走路也就舒服了。咱们农历逢五排时过集，五天一个集，明天两开集，欢迎大家来赶集来。集市上杜师傅铲蹄儿，每个集他都在，想要铲蹄的就可以拉到市场来。马蹄修好了之后呢，感觉走路都轻松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。